我是驾驶长阿龙斯。台湾知道六一多功能开关器使用很简单，到回去可以看让你看世界各国的啤酒瓶，保特瓶也是一样，轻轻松松给它打开来，不用功夫，难看的铁盖铁罐子轻轻一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。遇到这种齁，一开关到很薄，慢慢在你小姐指甲这样轻轻抠起来就可以。包括玻璃瓶的罐头真的很难开，轻轻一抠，你看就是这么简单又方便。遇到这个凤梨玉米卤煮罐头更难开，以前妈妈太太小姐都是什么用这种传统式的刀子在切割，这个会生锈啊，刀子是往里面切割，会碰到里面的食物非常不卫生。重点洗妈妈，你看一下这个表面呢非常的锋利，不小心你的手去碰到割到，真的很容易受伤危险，真的不要再使用它了。我们这组台湾制造六合一多功能开关器，隐藏式的刀头非常的安全啊，使用很简单。好、哦，这个带回去直接相等给它靠上去，旋转钮往前转就可以开始做切割，不用功夫，不用技术啊，操作使用简单啊、哦，完全不用碰到里面的食材，切割做旋转钮往后推后就可以把它拉起来。重点是麻烦你看一下我们的盖子本身表面非常光滑平整，完全不会割伤你的手，不是这盖子包括罐头本身也是一样非常安全。那我们强调不是只有这种圆形盖子才可以使用，像那种方形一开罐的罐头，这盖子真的很难拉开，用我们的开关器也是一样，轻轻松松把它打开来。尤其妈妈当你吃不完的时候可以当做保鲜盖把它盖回去，那喝啤酒的时候常常找不到什么，找不到啤酒杯没关系，用我们的开关器知道独一无二的啤酒杯，你是不是很方便很简单？小朋友喝我们的果汁饮料汽水不用丢掉，用我们开关器来，妈妈特的小姐，你看一下，做一个漂亮的哎笔筒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台湾知道六合一多功能开关器，市价699，现在特价399，赶快把握机会，谢谢。